今天最后一口。哇，这腰子生蚝。哇，这个汤汁。海葵酱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，好想要呀。终于到我们了，姐妹们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为了这一口，你们见过没有？全是小螃蟹这个包子。你好，大哥，这个还有吗？哎，可以的。啊，行，那我来份这个。这叫什么？哦，蒸鸡蟹烫面包。然后再来一屉那个生蚝鸡腰的，老补了。那个海怪酱炒八带。海怪酱炒八带。啊，再来一份饭，两份吧。足以了，我看你们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很有可能不敢吃，就是我很怕这种爪多的东西，所以你们看我螃蟹其实什么都很少吃，比较害怕，就是。哇，这么大的屉。哇，谢谢八哥，这种烫面大饺子，哦，看看下面，哎呦，这个汁儿，哎呦，啊，这腰子生蚝都是整个的，只是生蚝被我给咬两半了。我这个轻轻的啊，刚才有点暴力了。哎呦，哇，看这个汤汁。哦，这个完整，两个鸡腰子呢。哦，这种烫面重点，本身皮儿薄，它又非常的鸡汁儿，这口汁儿我跟你说真的老鲜了。好薄好软，这种大中脚啊，你就得一口闷。如果一大口咬下去，那个鸡腰子都会爆开那个。一口闷吧，这个。来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！壳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口感，嗯，嚼起来甚至还香香的。它中间也会有很多蟹啊，不是只有外表那几只。你知道它起了个什么作用吗？它就好像做什么馅的时候加了点马蹄，加了点藕，增加了点这个脆脆的口感，好香哦！来，姐妹们，如何一口气吃掉30只小螃蟹？快看它！哇！哎，别让它给我漏出去，一只也别给我漏出去。到底还是漏了一只。它这个小螃蟹包啊，它除了外表那些蟹啊，我给你们看中间肉馅中间，哇，你看这个小螃蟹还带籽呢，它放了点肉馅吧，大概能理解了，是怕小螃蟹太汁了。哎，我给你们看这个啊，当当，我觉得这算是青岛特色了，海怪酱炒八带，大家听说过没有？海怪你们知道是啥吗？海葵。不是，是寄居蟹啊。然后鸡蛋炒的超级嫩，嫩的一捏能捏出水来，加上海怪酱，然后加上这种八带鱼，它到嘴里直接化掉的。这个八带鱼最前面都是活的，所以吃起来非常嫩，没有说老了啃不动那种味道。看海怪酱炒在菜里还好，其实海怪酱闻起来稍微有一点臭臭的，但是这个好香啊。不咸，但是这东西得扣饭。他是把寄居蟹做成了酱啊？这样，海怪是寄居蟹，不是海葵。海葵叫海淀。来，姐妹们，我觉得一碗吧，两碗有点多，先扣一碗。你看它这边这个油，跑的都跟那个虾头出来的那个黄似的。哇，流汗拉子了没有？流了。哎呦。惊现，哎呦！徐总啊，我突然觉得啊，这半拉我先不动，一会儿那碗还能扣。我就但凡喜欢吃米的，这么嫩的鸡蛋，加上海怪酱鲜鲜的那个味道，加上白带那个嫩啾啾的那个口感。差不多了，接着扣。啊！我这边还是有好多汤汁的。这一口
我余光一瞟，你猜我瞟到了什么？这种新鲜的东西。哎呦，它自己进去了。我觉得可以配点蒜。人家蒜是吃包子的。那包子不适合配蒜。哇，这绝对好吃。来，有了大蒜的加持。一会儿给他厨师指个意见。你信我，你尝一口来。好吃。这是在山东必备的小凉菜，跟花生毛豆一样常见。拌个海蜇。接着再加点蒜。我妈那家给我拌海蜇，真的恨不得锤五头大蒜给我放进去，贼爽。瞬间冒汗，这种爽的感觉大家懂的。你说的菜量小吧，人家这么小；你说的大吧，我真的三口就吃完了。搁到旁边慢慢吃，我要缓解一下我的辣度。鸡蛋现在已经碎碎的跟饭融在一起了，感觉是什么蛋炒饭都比不了的。来，姐妹们，今天光盘第一盘，哦不对，也还算这一屉吧。我心目中从此以后有跟海上捞饭一样好吃的饭了，超高评价了吧？这么高呢，评价？这一屉本来还剩几个，然后让我拿到下面去了。这个应该是生蚝鸡腰子的，鲜。来，你们看这里头，这是真实的放料。给你个盲盒吧，我也不知道是啥哦。来，给你们看，这是我刚才精心给你们舀的横切面，好了螃蟹窝了，这是。我单独试一下这个螃蟹啊、哦，这肚子还蛮紫的呢，嘎嘣脆。哇，我这都听见了。你能吃到里头籽儿那个口感，像是那种黄，那种虾头的黄，或者是虾那个籽那个口感，爆爆的。我真的很想数一数，试试，我好好奇哦。咱们就这个吧，二十四，刚才一直说三十只，从没有三十只，二十多只吧，二十四只啊，我是。姐妹们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不拍视频，我是不会这么无聊的，也有可能会这么无聊。哎，这个蘸蒜吧，这个蒜吧。左手珍珠蟹，右手鸡腰子生蚝。二十只小螃蟹，咱就给它一口焖了。来，闻着嘎嘣脆呀！这样吃的话，就像你在吃那种炸小虾皮那个味道，香香的。来，姐妹们，今天，哎呀，我真服了，今天最后一口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这个蒸饺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只有青岛能吃到，太鲜了。